来，啉一杯茶。今仔日踅街踅几步，敢会忝？袂，有你陪伴伫我身躯边，我感觉足安心的。而且，若毋是有你，我根本毋知要安怎去面对我的亲生妈妈。小婷，你试看卖，把心胸擘较开的来面对你的亲生妈妈。世间上哦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无法度做主的。所以你拢要勇敢去面对啊！搁我淡薄时间啦，我会偷偷适应。对，关于我妈的案情，我想讲搁小研究一下，再搁甲律师讨论。我去捧鸡汤给你啉。师傅熬的鸡汤哦，来，给您。是啊，这鸡汤是空的。哦，来，你看卖。钟伟哲九九行馆，建喜违章建筑。你哪有这资料？阮十七社即马当在做一个强占国土违建的报道，我有请助理替我收集资料。真想袂到，这九九行馆竟然是其中之一。不怪啊，不怪迄个时阵，总会在用这么紧的速度，把一间小木屋起起来。是讲小木屋内底，伊除了想要金屋藏娇，敢讲阁有其他的秘密？钟伟哲，钟伟哲，你阁有闲敲电话我？你应该是天下的上无资格讲这句话的人。十年前，你骗我你结婚的事实，骗我跟你交往。十年后，你阁讲你失去记忆，头壳生瘤，病到滴要死呀！你是把我当作白痴？我一个上座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会当怎做？我永远袂阁骗你啊！无可能啦，我绝对无可能甲你这个有某的人交往啊！请你以后莫阁来找我。不，我会给你，给爸爸一个面子。钟伟哲。当作撞死老王做伙，我甲什么人做伙，跟有什么关系？咱的婚姻是无得阁行落去啊！要离婚无问题，要抵赡养费无可能。钟伟哲若知影咱咧创治，一定会气甲不调。不如咱来趁这个机会，找伊的枕头。好好反击，好受到报应。你要安怎做啊？我要等你钟伟哲的身躯边。我要在伊的面头前，假设我还阁做爱伊，逼伊无条件签下迄张离婚协议书。安尼才会当帮助你赶紧离婚，离开一段痛苦的婚姻。不过小婷，我袂放心嘞。咱拢知影钟伟哲这个人有安尼恶习，有安尼卑鄙。假使你若是今夜回去伊身躯边，我惊伊会伤害你，我袂放心啦。免替我烦恼，而且你也知影，我安尼做，不是干那为着你，还佫为着我家己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我的真爱。才不会让钟伟哲来迫害的，我一定会做细事的，没有任何危险。
要不过好啊啦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会保护我家己，没有任何危险。老师讲过，这个 case 只有百案，一定会想办法，让你的惠萍妈妈平安无代志忙出来。啊，若是你亲生妈妈社家那边，伊嘛已经施出善意啊，这个 case 一定会让大家拢有一个真满意的结果。我知啦，杨哥，难免也是紧张，你别烦恼，你即马吼应该。你的穿得这么冰啊，啊是不是衫穿不够？来，我已经给你换。不免啦啦，规日我本来体质较惊冷啊，这几年我妈拢有专中药在替我调整体质，也不过因为这段时间伊在防寒，所以我就变甲搁较惊寒啊。也不过不要紧，规日连面都要搞啊。那也不要紧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哦，你肚子里面还有小孩的，你放心，你妈妈没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，我一定会替她好好照顾你。你有看不惯吗？回去我再抓金牛带给你，好不好？